菲律宾书第三章一节，兄弟啊，我要有话讲，恁得靠主喜乐。我将这个话搁写乎恁，在地我并无为难，在地恁却是妥当。二节，应当封闭这歹教，封闭这做歹，封闭家己怪，因为真受割礼，就是咱这个用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。无我靠肉体，其实我也通我靠肉体。那是别人想伊会当我靠肉体，我搁较通我靠。五节，我第八日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的人，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照律法讲，我是法利赛人；照热心讲，我是比别教会的；照律法的义讲，我是无通嫌的。七节，那是我以前认为甲我有利益的，我现在为着基督，拢看作有损害的。唔那安尼，我也将万事看作有损害的，因为我用认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号。九节，我为着伊已经放下万事，看作粪扫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并且得到在伊的内面，不是有家己因为律法来得的义，就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为信神来的义，和我认捌基督，知伊和我的关联，并且知甲伊同受苦，来学伊的死，或者我也会通对死来和我。十二节，这不是讲我已经得到。也是已经完全，我乃是协力追求，或者通得到基督耶稣，所以得到我。十三节，兄弟啊，我唔是认为家己已经得到，我只有一项事，就是未记得后面的事，第一头前的事，按所查的表来走，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对顶面吊咱来得的奖赏。十五节。所以咱中间，既然是完全的人，总得存这样的心。那伫虾米事存别项的心，神也要用这个指示恁。那是咱到虾米地步，得照虾米地步行。十七节，兄弟啊，恁得三角学我，也得注意看遐照阮模样行的人，因为有真济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修得。我捌恰恰甲恁讲，现在各老百姓会甲恁讲，因的结局就是沉沦，因的神就是家己的巴肚，因用家己的见效做荣耀，第一地上的事为念。第十节，咱却是天顶的国民，并且叹号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天降临，伊要照迄个会乎万民。归乎家己的大观念，将咱这个逼真的身躯改变形状，甲伊家己荣耀的身躯相款。